29题，如果将50个点到第56个点的运动状态绘制成速度与时间关系图 VT 图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从它的打点计时器的图中，以及第28题的答案，我们就知道它的运动状态是越来越快，所以不会是 A 的越来越慢，也不会是 B 的等速度运动，只可能是 C 或者是 猪 它有越来越快，但是已经运行到第50个点了，它的速度一定不会是零，也就是50点的初速不会是零，所以呢，只有猪呢是对的。所以第29题问我们说，如果将50个点到56个点的运动状态绘制成速度与时间关系图 VT 图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